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哥。接下来呢，一张白纸啊，非常非常普通的白纸，我拿在手上。接下来呢，我把它对折，对折，再对折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白纸纸上在手上，轻的晃一下呢，会发现呢，白纸呢就晃成了一张，一张钞票。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是不是真正的钞票？再打开，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，没发现，真的变成了一张完完全全的50块钱。那究竟这个魔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来接下来就进行这个魔术的教学时刻了。好了，这个道具呢，我做的有点粗糙啊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准备两张白纸，折成一个小折啊，像这样子把它折好。那我们先把第一个呢折成一个小方块啊，第二个钞票也折成一个小方块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变的时候，向观众展示的时候呢，像这样展示啊，你的手把它挡住。翻转的时候呢，手挡住了这个，但是呢，大家做的时候啊，可以做的比我更加好一些，精密一些，这样这边是看不到的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再翻转翻转，好，翻转的时候呢，晃的时候把它反过来就可以，就变成钞票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再次的把它打开，再打开，好，钞票就出现在你的眼中了。好了，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一个小魔术，你学会了吗？喜欢更多精彩魔术，记得关注我飞哥，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